Mimi!
不说累啊，要累到流眼泪才说累吗？要跟我小时候一样，继续练。瑞瑞，给我看着他们。是。累死了！啊，你看我的屁股！你们干什么？师傅没说，你们不能下来，上去。师傅又不在，那也不行。你们忘记了吗？怎么样上庄的？上去，就不上。马屁精！对，于是马屁精。马屁精！你说谁马屁精呢？你，你就是马屁精。说谁马屁精呢？你说谁马屁精呢？你就是马屁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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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屁精！你凭什么说我是马屁精？我只是按照师傅说的去做，这就叫马屁精吗？对啊，马屁，马屁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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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说我，别说我，别说我，你住手！怎么样？住手啊！苏罗金，给我走！有此理！你们还跑？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啊！想整我？老一套，我早就知道。又用心了。啊！你小和尚，你们太过分了！来了，大家。就是他！冲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这是岂有此理！树叶啊！你们出手太重了吧！既然如此，进山修行。有手无心，这是练武大忌。只要你们心一致，手足一致，合作无间的话，罗汉阵就练成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起要狠，落要顺，进要登，退要高，要训练。走，走。信为君，走；胆为帅，走；手足为兵。耳目为近期，气来现行。七星拳怎么样？抓好，他一眨眼睛你就抓住。马不那么好就不准吃饭。我信不跟你开玩笑啊！练拳好似火烧身，哈！练拳好似火烧身，两手拨天立三秋。西西啊，记住啊，万一牙齿掉了，千万不要把它扔掉，要把它捡起来，放梁上扔，越高越好。那以后呢，你就会长得好高好高啊。身如千斤重，心如水清泉，五行内合静，万法归自然。
前无敌，后有敌，暂时有敌是无敌呀、啊！如是我愿，芸芸众生平安喜乐；如是我愿，众善奉行，智慧无量；如是我愿，停止战乱，天下太平；如是我愿，明天早晨师父消失；如是我愿，明天开始不再练功；如是我愿，西西别再给我添乱；如是我愿，每天都能有好吃的。发发虽然顽皮，但是最有爱心了、啊。你也快点睡吧。谢谢师父。租你的车，300块够了吧？不要报警。对不起啊，小妹妹，这给你，这个给我。咪发嗦拉西，为师下山帮人看病。你们定要每日勤加练习，早晚功课不得偷懒。看好寺院，团结一致，不得贪玩胡闹，一切皆听来来的指挥，否则延长不待。师父吉日，师父走了。啊！师父走了，师父走了，师父走了。咱们出去玩吧。好，不好吧？师父不是要练功吗？师父又不在。呸！呸呸呸！走，出去玩。走。好好，你敢带头偷懒？妖主你别去啊，出去玩吧。Hey!
西西，小心！收到。蕊蕊，快走！下水了！下水了！回来了！回来了！传说的是西楚之地霸王之墓，有缘相遇，黄金相随。在1000多年之前，刘邦大败项羽，项羽被迫退至乌江，战至最后自刎而死。他死后，刘邦见的是一代枭雄，便以鲁公的礼法安葬项羽。他的墓地一直无人知晓，造墓的人留下了一张地图和能开启墓地入口的发光石。现在我们两件宝贝都有了，只要找到地图上这个地点，我们就可以得到宝藏，我们就发财了。师傅说出大事才能放狼烟的，你在找麻烦吗？在那儿啊，找到了！啊耶！老大，你的理想就要实现了。I have a dream。 我有一个梦，我用这笔钱拍一部让全世界都震惊的电影，我要成为国际巨星，我九纹龙要成为继成龙李小龙之后我们华语影坛的第三条龙，我的艺名已经起好了，三个字，霸王龙。呀嘿嘿嘿，来了，你确认是这条路吗？等会儿，没错，这里好像是通往传说中寺庙的必经通道。来，你先走过去。我习惯走后面的。大傻，你先走。好。嗯，我来走。你走。我有点恐高。还是先走，他那么重，走到中间。桥要是断了，那我们都过不去了。你先走。我比他轻不了多少，这很明显。哎，你还当不当我是老大了？我说话不算话是不是？是是是，信不信？信不信？过不过去？你不许半身跟去，信不信？啊！你看看你们两个啊，大老爷们还比不上个女人。嘿嘿，老大，你从小就比我们厉害，要不你给我们做个榜样吧？啊！走，这有什么难的，对不对？目不斜视，心无杂念就可以了。快走啊！快走啊！
关起来，走！啊啊啊啊啊啊感谢大师救我命之恩，在下九纹龙，请受我一拜。你看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请问，大师，你是那个寺庙的和尚吗？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哦，大师。哦，你们是游客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来游山玩水的。您看出来了。大师，请问那个寺庙里有几个和尚？不多，也不少啊。那大师，每一个和尚都像您功夫这么棒吗？大概一个打十个没问题。所以我要告诉你，我在寺庙是三千一小伤，五千一大伤啊。如果真的跟他们打起来的话，快点跑，跑不掉就求饶，求饶不行的话，生死有命啊！祝你身体健康，新年快乐！谢谢老师，谢谢啊！再见了哈！再见了。我来，到这儿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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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才，好，都来呀，过来，嘿，嘿，看，走走，看起来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如今我们已经掌握了宝藏的藏宝地点，现在又有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军事基地，经过这两天的深思熟虑，已经制定了一整套的战略计划。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就是我们九纹龙，快把画拿走，我的画怎么回家回家什么，我在说大事你不知道吗？啊，我就是过敏，过敏。什么你都吃，吃货，画你都吃，画吃啊。我说到哪儿了？你啥也没说。实验接出去。下一步我们首先进入寺庙内部，既然那么多高手在侧，我们既要安全又要达到目的，所以我准备了这些高科技产品，这是我一生的心血所在。你看这个，这是我的冷热双能超级探测器，还有我的双卡双待超级探测天线，还有这个，我的脑部控制电脑，还有这个，我的 VSC 进口的防水防风打火机，我喜欢。我们有了这些高科技产品，对我九纹龙来说，简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。看来，这次与我伟大的理想，我们之间的距离，只有这么一点了。师爷，秀一下你的高科技。演出开始了。怎么回事？师爷，这个朝哪儿？我的个雷的嘎嘎，望大天远了。这荒郊野岭的，师爷，你是插线板吗？干啥？高科技，你白飞了。高科技，高科技，我让你高科技，你侮辱高科技，第几次了？啊，老大，别打了，我还有秘密武器。高科技，你不带发电机？哎呦，特务飞吻。我早就充好电了的，电量爆满。
去。我的小本子呀，飞呀飞呀飞呀。已经飞进寺院了，小心一点，慢慢飞。停下停下，这个寺院还不小吗？左边看看，右边，好，有人影。貌似很厉害，好像很强大。金钟罩铁布衫，果然是高手中的高手。加油！哎，快快快，飞近点，飞近点！你小二看到没有？飞进去！我要看清高手长什么样。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休干扰，谁的电话？你的。我的。专业点好不好啊？谁呀？导演。你看，这么还没休息。可以可以，不要钱我也去，一天我也去。谢谢导演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接戏气了。这是什么？是高手。怎么什么都没了？被高手消灭了呗？这么容易被消灭了？不是高科技吗？你不是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高科技，这么快就没了？不管我，我不管，你给我变成飞蚊，你给我飞到寺里去。每个人的武器就是弹弓、彩弹和手电筒，面粉做的子弹打人不会痛的。这个游戏就是分组对战，有攻有守。你们红，我们黄，在一炷香的时间里，哪一组中的彩弹最多，哪一组算输。开始。报告基地，特务飞粉成功潜入，请指示，请指示。注意观察，注意观察。有高手！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我被高手强攻扫中。现在暂时失明，请指示。暂时不要通话，暂时不要通话。我尽量吧。怎么没有画面了？又出什么事了？谁？听得见吗？听得见吗？报告，我的摄像机好像摔坏了，只能保持通话了。笨蛋！西西，快跑！我被高手打中了！前面我打到嘟嘟他们了，我也打到了，我也打到了。在那边。报告基地，高科技隐身术成功了！喵，过去，见光就打，快！哦，咱们俩去那边，见光就打。特务飞蚊，见机行事，注意隐蔽，注意沉重。
下，上！哎呦，上！快跑！又怎么了？高手太厉害了！看来我们要改变一下战术。嗯，走走。高手什么样啊？听得见吗？听得见吗？我的腿！这边，这边。那边，那边。跟上。时间分析，现在师爷一定是饱受折磨。就我对师爷的了解，他一定是全招。这帮高手一定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。那你想放弃了？这样，你们留下，我去。你是头，你不能去，还是让我去吧。不，小五，只要你记得明年的这个今天为我烧一把黄纸纪念我就行了。我去。还是你给我烧黄纸吧。让我去，我去，还是我去吧。大傻，也好。
本地出来找昨天那个人的，现在怎么办？告诉那就赶快叫人呢！现在不能叫，等治好了再叫。告诉他们，我要和你们决一死战！人呢？我就是。你，给我滚开！你不能进去！你们真的好卑鄙！叫一群孩子来挡路！你们要是再不出来，我就炸死你们！出来啊！呀！这什么东西啊？没见过。什么玩意儿？我点了！我要跟你们同归于尽！我真的要点了！叔叔，我帮你点了。啊！哎，警呢？那。搞了半天，他是来自杀的呀。那不行。啊！怎么有水啊？搞完了。哪有水啊？快告诉我！哪是水？是水！拦住他！叔叔，叔叔不能死！叔叔不能死！叔叔，我来了。水又炸了！别拦着我，我要死了！水，水！叔叔，你不要死！我要死了！不能死！哎呀，我要死了！不能死！我要死了！不能死！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你们害怕了吧？高手出来呀、啊！看来，又一位同胞壮烈牺牲了。好像寺里的高手比咱们想象中的还要强大。你赶紧，咱们换另外一个轻松点的宝藏吧。不可以！一座金光闪闪的宝藏就在眼前，我们离成功只一步之遥。做人一定要有责任感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小吴，我们一定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！奋斗！Mission 3。小朋友，你们家大人在吗？不在。小朋友，我们俩能进去借宿一个晚上吗？什么叫借宿啊？就是住一晚上。这么晚的天了，你们怎么还在山里？阿弥陀佛，我们自东土大唐而来，欲去西天取经，月黑风高，我们就迷路了。收留收留我们吧。等一等。要不我们就收留他们吧，要是被师父知道我们闯了那么多祸，肯定要挨打的。要不我们对他们好点，别让他们在师父面前告状。千万不可大意，高手一定藏在后面。这些人真是太狠毒了，居然派出几个孩子来做诱饵。那我们赶紧让他们进来吧，不要再闯祸了。快点，请进。谢谢。粗茶淡饭，请两位慢用。不要喝，小心有毒。你们两位怎么不吃啊？是不是我们不吃你们也不吃啊？对对对，就像师父不吃我们也不敢吃一样。对，是小朋友们先吃，我们大人才吃。来，大家吃吧。吃，吃。小朋友，
几天前有没有看到两个像我们一样的游客啊？没有。有。没有。没有。停。小朋友，这里你最乖了，你告诉哥哥到底有没有啊？没有。没了。爸爸，这把给你。干菜汤好吃。你不是去西天取经吗？给我们讲个妖怪的故事啊。好。叔。小朋友们，叔叔忽然尿急，让阿姨讲给你们听啊。好，你讲。下手太狠了。从前，就这山里，你们，要不，我不讲了，我给你们表演个别的吧。停！你除了这个，你就不会别的了，你就能吸引住小朋友。杨叔，现在换我跳舞吸引他们，你去布置机关，快！好吧。小朋友，叔叔给你们跳个舞好吗？好。
想害我们。动机上来，速战速决，寻宝为要。记住，临敌之计在于后发制人，敌不动，我不动。最后确认一下，那些机关都安好了吗？当然。千万不能动，他们在用计，高手随时会出现。明白。小五，邻居的敌，最重要是随机应变，六个字，敌不动。我先动，我们是来求财的，别逼我们出手。别动，出来呀，高手！这里我最高，你找我？我没工夫哄这帮小朋友玩。你们已经伤害了我两员大将，你们要是男人，现在就给我站出来，我要和你们决一雌雄。原来你是坏人。错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是坏人。敢打我的脸，我爸都不敢打我，我是靠脸吃饭的。手里这两把无敌西瓜刀。哦，他是卖西瓜的。我是坏人呀！
全霸！少林功夫，耶！叔叔，对不起，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们不是故意的。不是吧？来，你老来给你们表演一个啊！坏人中的坏人。该我了。我要点了，高手出来，高手快出来，再不出来我就要把肉里因为顶住。谢谢，该你了。谢谢，该你了。我想师傅了，师傅说我的牙掉了，弄到房顶上去我就会长得好高好高的。也不知道师傅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Mission 4。说一定在这个院子里，不是我说的，就传言，就是传说。别走呀！哎呦，不要乱走呀！现在只剩下一个可能，就是藏在下面。确定院子里没人了吗？
小崽子，你赶紧告诉我宝藏在哪，你要是不说，小心我烧死你。压在这后面，你哭也没有用，你再怎么哭也没人来救你啊，告诉姐姐吧，姐姐就会放了你啊。芳芳，你干嘛呀？放狼烟玩啊？师父说出大事才能放狼烟的。我知道了。小师傅，你知道什么了？我知道那是什么了。这什么？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师傅的独眼龟。独眼龟？哎，那你明天带我去找独眼龟好不好？哎，来，够，乖。到底在哪儿？又来，抓住他，分头报仇，千万不能让他跑了。抓到你我就吃了你！啥？喂，你啊！找到了。
纯爷们儿，别欺人太甚！眼龟有人吗？小五、大傻，你们在哪儿？我怕。
I have a dream. Sayonara. 再见啦，小朋友们。嘿嘿。啦啦啦啦啦啦。是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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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在这儿呢，师傅在这儿呢。大师，感谢大师当日的救命之恩。我今天有急事先走了啊。大师，麻烦借条路走走。大师放心，等我成了腕，我一定回来报答你。当然可以了，把你不应该拿的东西放下来，我就放你走啊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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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这个没得商量。我什么都能放弃，但绝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。大师，我劝你最好不要逼我出手，我下手也是很重的。一夫当关，万夫不开啊。哼，为建德呀。高手，我柿子要挑软的捏呀！喂，北斗七星罗汉阵阵阵！临阵对敌，需要做到心与意合，意与气合，气与力合，剑与化合，手与足合，肘与膝合，心意六合，精密无间，所向无敌。走。
百家之力，万法一门。一，新雷军，他没错。上古雷军，二部分的一体，巡回进行。师傅，打不打？师傅，打不打？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你没事吧？啊！师傅，我没事，撞山。这怪了。那你们现在知道师傅跟你们讲的心是什么心吗？知道。那是什么心呢？是团结心。对，团结心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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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我的牙。那给师傅看看。还记得师傅讲的话？师傅讲什么？师傅说我的牙掉了，扔到房顶上去，我就会长得好高好高。你们放心，你们以后每一个人都会长得比师傅高很多。牙还你，丢高点，丢到山上面去。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。
够，可你们还是对我出了一小手啊！你下手太狠了，你下手太毒了，你实在是对我下手太重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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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下手太重了，太重了，太重了，你下手太重了，太重了，太重了，你下手太重了，太重了，太重了，你下手太重了。我是靠脸吃饭的。